巴士龙 Lady Bird 第七次 Bon Dufon 李小龙体育会第八次台湾区街坊福利会尖福龙舟队同埋第九次嘅南区区议会龙舟队噶。見到你用500米咧，就甚至彈咗出嚟咧，就喺中間啊！第五次嘅維多利亞龍獎會，我哋話咧呢場嘢係兩大都會贏噶。咁啊，維多利亞咧，加冕勝，加冕勝，到咧喺開檔嘅189包括李小龍。